这边就是中国的第一辆国产汽车，解放牌卡车的原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汪汪，今天来到我们东郊记忆艺术区的红仓，全名是叫红仓完美文创公园。进门的话，这里就是红仓的简介。红仓它是由成华区携手完美世界控股集团共同打造的文创公园，所以是叫红仓完美文创公园。成都有很多这种由老的建筑改造而成的地方，像东郊记忆，像这一片全部都是这种。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在成都市二仙桥西路，原来这里是50年代成都的医药仓库改建而成的，所以你看到这里一吨一吨的建筑，它全部都是标记出来是1号仓、2号仓、3号仓、4号仓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手指的方向就是1到4号仓。这里寄快递的话全部都是寄到几号仓。然后这里因为是文创产业园区，所以这里也是全国第一个5G 文创产业基地。这里面的公司做的项目全部都是文化类的，像现在比较火的某音啊、某手啊，全部都是这些。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，这里一吨建筑一吨建筑就是几号仓几号仓，这里就是4号仓，然后对应的那边就是3号仓、2号仓、1号仓。这边的话是修的新的房子，有点像酒店那种感觉，但是我可以确定这种房子是现修的，不是以前留下来的老建筑，包括这里全部都是现修的，并不是以前的老建筑，因为从它的材质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。现在就位于5号仓的门口，这里的话就是完美世界教育研究院和完美世界教育总部。这边的话就全部都是一些文创类的了，像全球高端会议人才培训目的地、国际网红展会新地标、国际会议知识传播中心。我们现在转到1号仓这边来了，这边就是中国的第一辆国产汽车解放牌卡车的原型。由于这里原来是仓库，所以雕塑的内容就是几个工人在这里搬箱子，搬到卡车上面拉走。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，总共的话是5个工人的雕塑。最后给大家看一下红仓的标志性雕塑，这个雕塑的名字叫红小胖，主体的话是一位工人，然后肩膀上面扛了一个包裹，手里面还提了个包裹。这个雕塑的意义在哪里呢？有没有懂行的网友能给我们讲解讲解？评论区里面欢迎你们的留言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